现在我们来到了，阿扎布日本麻布石斑，这边有很多很多小店，石斑的衣服啊，是离以前的公司非常近的一个商店街。你会发现，这边街上基本上没有垃圾桶，因为日本人喜欢爱干净，但是他们不设垃圾桶，所有的日本人基本上都会把垃圾放在自己的口袋里，然后带回去。Eat More Greens 最喜欢的素食店，这里是阿扎布猪坊里面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Hi. Hi. Thank you. Thank you very much. What's up, guys?